喂，老兄，你刚怎么了？你平时加好友都什么时候通过？啊，这个分情况吧，不一定。分什么情况？哦，首先呢，你要看对方能不能立马看到你的好友请求。如果他立马看到了呢？那他就对你有好感的话，他就立马就通过了。那要是没立马通过呢？那就是没立马看到，要不然就是没好感。哦，还有一种情况。每次都这样，用完人就一脚把人踢开。我要是再接你电话，再理你，我就跟你姓。要怎样才能知道他是立马看到了还是没有立马看到？啊，这个你……就这么通过了？10:10:28，10:13:58。一共是3分30秒，那这算是有好感还是没好感啊？